你都这两天给我姑娘准备啥一日三餐了？哎呀，做的都可丰盛了，你就惦记你姑娘，你也不问问我吃的好不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文东姐夫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今天我家领导刚刚落地上海，我从苏州过来呢，来接他来。现在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也到了，进去去接他去。应该已经到了。哎呀，提前出来了。到了，我以为刚到呢，还没着急呢。啊？我都等好久了。你整个小红帽去了，这是姑娘的啊。哦，我先试戴一下。今天怎么提前了呢？不知道。我以为还等几分钟呢。今天提前了。人都没瞧好呢。对，他都饿着我。整个小红帽。嗯。走。韩国这次执行咋样啊？挺好，时间有点长，有点短。多待几天好。不是，你回来正好，这两天老做饭局了，明天就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明天告早行了。然后过两天的时候，咱们还得经常吃饭。今天那个文东的叔叔从吉林来上海了，我有可能明天我要跟他吃个饭呢。韩国气温咋样？凉快呀，真的凉快，这凉快多了。那个瑞丽呢？瑞丽挺好的啊。挺好。我挺想他的。看照片，他搁那忙着。挺好，过两天看看他，不是要来吗？哎，我把他给激动了。是吧？来呗，来玩的不挺好的吗？但是就是有点太热了，这个时候哪也出不去呀。能去吗？非洲啊？那八月份的时候就得回来，八月底。就得上那个吉林了，还有大米什么要弄点儿，去那边。我姑娘呢？去的时候一箱子，回来的时候就满满一箱子。没有，回来的时候没超重，去的时候超重。你影响我 shopping 了吗？要不明天回来，我今天继续。没时间，那过两天再去呗。我给那个谁温东打个电话。嗯，他又接又送的。他今天去接小胖去了。嗯，我今天早上我送的。你去送的啊？嗯。喂。啊，我到了啊。放心吧，我接住了。啊，你姐夫接到我了。弟妹啥时候来啊？问呢？问弟妹啥时候来呢？我说你真去呀、我说我上非洲去那儿吧。啊，你说话注意点，我拍视频呢啊。那犯啥呀？玩的就是真实。对，所以说没告诉你啊。嗯。来看弟妹安排时间就过来呗，和戴小胖。忘了，明天和我媳妇儿去给我办延期。啊。嗯。然后看看签证下来的话，就是他想去的话，我寻思带他。去也行，因为孩子放假了嘛，现在上学估计机会也少，然后他老说我不回去不陪他，然后正好多多不也喜欢想看小小胖吗？不是，多多也想，我也想看小小胖。是，姐姐学业比较辛苦，所以弟弟要主动来看姐姐。嗯，到时候看看呗，我要是漂亮就告诉姐呗，我怕你们麻烦，多多上学啥的。那个非洲你就别去了，来个一个州，苏州得了。嗯，那就行，我先我要开车往回走了啊。嗯，好的姐。嗯，好的姐夫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准备好了吗，领导？准备好了。往回走啊。嗯，出发。今晚做饭你来吗？不来。都做好几天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今天要休息。休啥息啊？我都做好几天了。今天要休息，我还没倒时差呢。那晚上想吃啥？我来安排。上饭店吧。晚上啊，晚上再说呗。想吃啥？行，一会儿问我姑娘想吃啥。行。她老想你了，天天叨咕，因为觉得我做的饭刚开始还行，
后来这几顿他觉得不好吃啊，他爸妈你做出一股、啊、不是炖酸菜就是做别的，我说那我不做了，那让他做呗、嗯、让他换个口味呗、啊、姑娘那天自己煮的螺蛳粉，哎对了，弟妹说了，说多多煮的那个谁螺蛳粉最好吃啊，是吧，那让他 给他舅妈弄，嗯，他舅妈等着你，让他这两天好好练练手艺啊。行，好，你都这两天给我姑娘准备啥一日三餐了？哎呀，做的可丰盛了，你就惦记你姑娘，你也不问问我吃的好不好，然后前两天我给你姑娘，我告诉你都做的啥，炖炒个酸菜，然后做个红烧这个鲈鱼，刚开始的时候酸菜吧还土豆片啥的还行，挺愿意吃的，吃几天他说爸爸这确实是做菜挺好，然后今天早上给他煮的番茄鸡蛋面每天吃的还行，他就还是想你呗，天天说哎我想妈妈了，我想妈妈了，天天给你打电话，他说你也不主动给他打电话，我咋没主动打呢，他说给你视频，你那时候忙，我说别视频了，就妈要不就去在外面吃饭呢，要不就陪那个外婆他吧，然后再不就去烧饼去购物去，对，我这次时间安排紧了，估计下次再去呗，